是不是我现在要找一个人来找这个慈济的人啊，志工来谈一下他对这件事情的看法。你要听听大家的说法。啊，我已经听过了，那我只是希望知道各个人的。因为如果以我曾经在大爱电视台待过的经验，您要访问他要有受访同意书，然后还要签名。如果您要做一些资料的报道的话，是，那因为我们。这个妈妈是非常善良的，我是一定是你访问伊，我是来了解的。她是在问我说，我的那种志工的心情，然后看到外面那些就是反对的声音，你有什么感觉？她一直持续在录音当中哦。我在录音，我是说心疼呢，我为慈济，但我是在录音，因为我希望能听到这个慈济的这些志工的说法，有没有人愿意接受访问呢？这个部分您可能要问我们的公关的发言，是，因为这样子，我觉得当然您的这样访问是很好，可是。可以，人本来就可以有不同的声音。对啊，所以我希望听到不同的声音呐、啊，我不想听到一个口径的声音。我们现在外面都关心了。他们现在开始。